情断义，楚平王无道行不义，百纲常负那子弟亲，金定年改换银定交，故乡女改换马昭义。那一日平王这里你见了有功去，偶遇得国母皇娘泪残机，那冲冲怒拔剑要斩费无忌，不料想他见火起金瓜相击，孩子也死得去，老忠良无舍上殿的把文气，怒恼了奸党董杀鸡，在深宫设下一条计，拖连他母子婿，一家大小三百余头，一刀一波血染一子婿，逃吃饭沉地斗奔无果保冤去，乔装混出招官的四亲看过也就过了序，处理了龙潭虎穴偶遇还杀女，吹笑无事还龙一头，我一见他与那专制拜兄弟，与苍天刺杀忘了谋舍计，我中犯了色情计，儿死宝剑那腰里，腰里为国断了臂，抛父母舍贤妻，在那船头上断剑挥挥血凄凄，侠义树敌在那万古美名地，三次宝剑孙母子脚长眼真斩美妻，吴国兴楚国衰，无道的昏王身已死，无子婿便随平王室，到后来吴越刀兵起，罗王勾践为奴隶，先吃了美女叫西施，还有文种与范蠡，西施献媚做女戏，那吴王夫差被色厉，清心太太则不替吴王他杀了吴子胥，说什么忠良死的苦，到什么忠臣死的屈，自这般汗马的功劳前功尽弃，难道我今天要学吴子胥也要伸手礼。这世界很酷。